插家就好了，不插这边就好了。我们这公车的啊，抽烟。哦，你从哪里过来？很久。那你离我也不到那么远啊，我从树林啊。对啊，树林来怎么了？我导航到那边九点啊，我导航到那个什么服务区九点啊。肯定你走出来的时间比较晚。哪有？猫跳上来的，你那时候听我那里有还是会有猫跳上來？没有，这不是，这是我们那边有。你那边有猫？因为我擦过。我们这边有猫。我来的时候我擦过了。哎、欸，阿里撸掉啊，还是在家？刚买到就撸掉。不是我吧？哎、欸，这是不是啦？这是那个什么粉？你是弄到什么？这个人家弄到我吧？靠，你是停哪里？那至少它还是白白的东西的粉。人家弄到我的啦。对啊，那是什么东西撸到的？虽然说是给钓，但是应该是不是保险杆，就是那个什么墙壁去撸到的。没有啊，没有人撸到啊。因为还有到这里啊，他已经推了什么东西啊？车门吧。然后这上去的路段有两个固定车主照相。就两个雨，对，然后就开到50以下就好，啊，限速40，刚上去，整段路就两个雨，对，那么难怪你们都跑这里，还算多了，我说他差两个还算多哎，哦，北移不是更多，北移多，但是黑箱多啊，固定车主照相都是假的、啊，哦，黑箱就是那种，是有人摆那个、啊、三脚架、啊，三脚架、啊。那个就没得挡，就是流动的。你被开过几张？有啊，被开过、啊。哦，前面还有三台嘞，好几台哦。我疯了的，难怪你们要早上。这边有一条直线是可以过的，你看前面5台，一票车子，对啊。倒了。我看你那天我要交给你那个车的那个轮胎，感觉是原厂配胎哦，会飘，他没在换的，他还没换，会啊，会飘，对啊，因为是 S001，嗯，我还以为至少是007，还是那个 Porsche Sport， 那如果你只是单纯蒙塞，都可以，所以你们车友是。你会去聚吗？有时候聚，偶尔会啊。而且大部分我们跑完聚之后都会吃到，就在卖你的，就这里，就这只。多少？40。一样啊，对啊，都50。前面等一下之后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直线。等下左探头出去，要才比较好看得到前方，因为这边左的你可以切出去一点点。可以，然后这边要发动公司，连这种名车，可是他没有，没关系，就跟着他。开车可以这样子转弯，踩油门。哦，一样。其他我不行。其他我当然不行。其他我是专制引擎吗？没有啊，自然吸气啊，就那个。那是一般。刚那直喷。我是说，那它是一般直列的4个缸而已。4个缸而已。高级的装置，就是派对面可以，就是下山方向要注意一点。啊，你这开了神盾，怎么他没有叫？太新了吧，刚刚那个。哦，没有，那很旧。我说刚刚那个国小那个也没有叫啊。对啊，那我就说他早就更新好了。
边等他过而已。塞车啊，嗯，还是去十分，哎，这边是到哪里？瑞芳啊，对啊，最末端、啊。我跑过一两次而已啦，就是出去玩啦、啊，那都出去玩啦、啊。哦，那这边慢一点，这边玩转机 S 型。可以可以。反正有的一大早的时候，还有一个阿桑，他很喜欢就走在这里，跑来干嘛？炸保险。哇，你连阿桑都记得起来？那车友都有遇到啊。每次五六点来跑这，他都选择弯中间，弯的旁边走，走来走去，直接慢慢来啊。好，这边有个国桥，靠右边。然后这个弯是陷阱弯，所以你要放慢一点。很多人以为速捷就可以了，这个山壁蛮弯的哦。对啊。过来，不会啊，应该掉地下室。然后这个弯也很弯，一亩幸福的一个，容易就怎么可能容易就滑到外面。好，再转。然后这个就是我说假照相机，可以超过，可以闪过的。前面有一个假的照相机。就是消防局前面，这只就假的。确定？对，确定。然后我们百分之三千，我们都超过去。他是之前很多警察，他们有几次会在这个平溪国中的门口设立临检站，这边可以超过，闪一下。哎呦！哦，在刚走出来，这边就平溪了。我这边是平溪，好快哦。对啊，这个放天灯的地方。昨天下午我们没那么快。昨天我们下午有来。就是到后面十分嘛，就已经蛮多人在放电灯，所以游客蛮多的。我这边，看我以为比现在远。